今天刚上线就发现许久未见的富婆发来了组队邀请，来看看今天的富婆又想给我送个什么皮肤啊。不是什么情况啊，有话好好说好好说，上来对我就一顿猛锤啊。你不要过来啊，来给你看个好看的。好看的？什么好看的？难不成是那个嘿嘿嘿嘿。偷心单身蛋决战记，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？只要你这回打赢了我，蛋蛋皮肤我任你选，三局两胜啊。皮肤任选？老天开眼了，这种好事竟然都让我给遇上了，直接带手勾转，只要抓住了一丝机会就能瞬间击杀。话说我蛋蛋派对的皮肤多多少少基本上都有了，就连这个赛季的盲盒我也抽了，还有这新出的皮肤白羽仙女我也收入囊中了。那我等会儿到底该选哪个皮肤好呢？有了，盲盒机的大天使，除了上头富婆送我的一个，其余的我都是一个都没抽啊。只要等会儿我小手稍微一操作，不就能去你娘的吧。这第一把就有点小小的失误啊。没实力呀你啊。今天我是头一回听别人说我没实力的，这把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，真是老虎不发威，把我当猴耍呢。拿来吧你。你过来呀、我闪炸弹。我闪拿来吧你。去你丫的吧。炸弹。没意思，放水好几次了。没实力呀、你就是说要是你输了怎么办？我输了怎么办？是男人根本不会输好吧。这三连帅死我了，姑梦姐姐啊，你可要记得穿女装哦。